哇，这么灵哦！哦，给给这样坐咯坐咯，好好讲话嘛，这么绑人家嘞。可是我在我讲之前哦，有没有一点东西可以吃来着啊？有，你要啊？求我？求求你，你给我东西来。不喜欢就觉得不好穿，我是建议你去鞋店试一下啦。
怎么样怎么样？你觉得我可以用手吃完这些所这些桌上的东西吗？不懂哎。这两个汤匙来呀！想吃什么汤匙？快点快点来来，切入点。做了不会讲话了，讲到主播，我要看主播比较安静的，我不想看的话，我就说白天。谁要结婚？等我女朋友来跟我求婚先。为什么可以这样提啊？为什么这样做啊？其实是平时有做什么好事，所以上天对我这么好，所以我这么不赖。为什么会讲这个？是谁逼你的？哎，他对我讲，就很好赚的嘛。我好，我是在影片上面讲，还没有什么赚钱做黄标，全部都骗人哎。你好赚点啦，只是西北有钱啊，在我们快去跟他请我吃饭。你跟运动是什么关系？棒。你和你朋友在一起几年了？五年，在健身房五年了。跟运动是怎样认识？就是呗，那时候我在读中学的时候，运动就在我学校门口派传单了，然后就我都搞不清运动运动，然后我想怎样提高运动，然后是在我毕业的时候就追到他。两个，没关系。请问你的收入一个月到底有多少？哈哈我是家里排行最小的，然后我就可以跟你们讲，我哥哥的弟弟很强。为什么会排行最小？因为嘞，我身边有几个老师找了一个归宿，然后他们一夜之间没有家，然后他们跑来我家来找我聊天，什么？然后我就觉得，我应该要给你们一个家，所以我就开个鬼节，给他们都留在这里，所以这里是他们的家来的。这么帅，你们爸爸妈妈知道吗？让我去问一下。爸，你懂文帅吗？可以滚吗？爸，你懂文帅吗？可以不要烦吗？为什么有个帅还没听说清楚？你去我的 IG、我的 YouTube、我的 Facebook 看。哪里是讲过记仇了？你这个比较专业的人来跟他讲记仇，你是傻傻的，你是模糊了掉了你。男配加配，男配男加求求配，这两个东西也是不可以比较的，也不可以做选择的，谁会来做选择？所以两个我都要。你是低薪粉吗？我往哪里为？所以那些 YouTuber 不敢拍呀，是吧，小白？不是小白，我的人不小白，不是你，是你，是吧，美丽？你打算拍什么系列 YouTube 影片？其实我想拍那种篮球的，可是篮球真的太少东西可以拍了，像一打一，还是教学，教学又无聊哦。然后你们还有什么比较特别的，你们可以跟我讲，然后可以拍给你们看，整个系列都是篮球。这些都是有的。你有没有立刻想要当经理？有，当我遇到运动的时候。一个星期打几次飞机？讲真的，已经是最后一题了，我看你蛮成功的。一个星期我都能打了次飞机。谢谢你们让我可以这样一个礼拜能有放到一次影片的一个圈的20000。我打算在20K 的时候，我要做一个 giveaway。如果你们想看我更多私底下生活，你可以 follow IG。